Oh! Oh! Hmm? <笑>拿来吧你。这个燕窝银耳豆浆粉，浓浓的豆香味真不错，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，只有豆浆粉、银耳燕窝粉，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喝。 要这个，媳妇儿，这豆浆最好喝，喝的，嗯，不太好喝，现在还有活动呢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 鸡腿太好吃了，先来一块儿。哦，这两个先藏起来，留着一会儿慢慢吃。<笑>我言没看错，老公你自己挤的芥末还是你自己吃吧。 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！上媳妇儿，来了。来呀！先吃麻酱面皮。哎，别干嘛呀？哎，别，都是一个媳妇儿。哎，这么些辛苦嘛，天天做饭来。吃。 好吧，嗯，今天终于能扳回一局了，到我开始表演了。嗯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哎呀，麻酱面皮不用辣椒吗？你刚才吃辣椒啊？你不要搞心理太燥，一会儿就让你尝尝芥末的滋味。 幸好我还留了一手。嗯，哎呀，这我了，媳妇儿，吃饱了，给你吃两片，吃吧。啊，吃吧，你吃我了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哇！媳妇儿，哎呀，还算你苗条，我留一口。哎呀！让你舔舔亲我。 今天给你假电撩，吃了老公，好来喽！哎呀，老婆，哎，鸡蛋，嗯，这些我吃两个，嗯，剩下的全给你。你别笑，嗯。 你说啊？哎呀，这我给你赔啊！你看这条大鱼吧，哎呀，哎，你一半，我一半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就等着吧，一会儿浩浩给你上一课。
了吧？没事吧？我再拿些来给你啊。嗯，啊！完了，这还发 BQ 了，完了完。来来来，哎，老婆，你看你身上。哎，没意思，老婆，这都是你的。啊？这都是你的，你不喜欢喝啥粉啊？啥啥啥，这都是你的。来来来。嗯。嗯，啥情况？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。咋、啊、的？嗯，你是不是有事儿想说我？没有啊，你怎么这么想我呢？还没有，还好，他都是你的。嗯，那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哦。哎呀，慢点吃，还有好吃的呢。啊、嗯，你慢点吃。先不管了，吃了再说吧。嗯。哎呦我的妈！天天坑我，大鸡腿和鸡蛋你也别想吃了。别我看到了吧，你给我瞪着。今天就给老公上一课。大鸡腿配上辣椒酱真的是太香了。有人。哎呦我去，长眼睛。里边站着。吃啥今天？啊，今天你吃完我们就准备一份啊。我吃了一张。哎呦，我喝。老公一会儿你别哭。哦，鸡蛋都还在，我就放心了。这个辣椒酱加馒头也太好吃了吧。啊，我这边尝尝。你看别说。哎，你不吃米饭，你不吃我吃了。你吃饱了，你快吃吧。你吃饱了，吃饱了。滚！怎么回事？完了，这米饭芭比 Q 了。